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乌龙面所综合店，这是这间店的招牌，这是这间店这边的样子啊。那有粉丝蛮推荐说这家的乌龙面蛮好吃的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好，在捷运站综合站的出口对面，蛮好找的。好，他们是用这个点餐机的啊。好，那这个是点餐机的内容。好，再来是选主餐。好，那点出来就像这样。好，那我菜单再照一遍这样。好，那感觉厨房蛮热闹的啊。好，谢谢。OK， 好 ，Thank you。好，看起来感觉还不错啦哦。个人觉得是一个卖相还蛮不错的台式拉面店，个人认为啦哦。然后点的是猪肉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还有加点溏心蛋呢。好，热腾腾，热腾腾啊。还有这个肥滋滋的猪肉片，嗯。口味还不错哦。哦，它面还蛮 Q 弹的啊。啊，刚那个后蛋烧吃起来还不错啊。嗯，好吃。好，其实它这里面配料有点像那个小火锅的感觉啊。然后豚骨汤头哦，这样这个面这样130，我觉得还算蛮便宜的，还不错啊。评价又蛮实在的啊。嗯，好吃啊。好，那个100块这样啊，130块这样算是吃得饱又吃得巧啊。啊，还有一颗小贡丸。好吃哦，蛮实在的啊。啊，当然跟这个知名的那个乌龙面还是有点不一样，在这附近的大润发的。啊，但是以价钱上来讲的话，算是很 OK 啊。然后那一家的话，那个面大概就要到160到180，某一家了啊。哦，它的汤头就是豚骨汤底啊。
啊，不错，我觉得也不错啊。如果想要吃一个快速的乌龙面啊，平价快速乌龙面，这一家就是最佳的选择。因为它地理位置很好，在捷运站对面而已。啊，吃起来很方便。赞啊！我觉得后面先生讲的也不错了啊，这个连锁店啊，它就是一个安全的感觉，赞。不错哦，赞。啊，再是这个小菜，黄金泡菜。什么时候我手上才会握有黄金啊？不，它是微辣微酸，蛮开胃的啊、哦，很香，好吃了，嗯。是这个酸酸香香又开胃啊、哦，就是转换一下口味不错，嗯。好吃啊。嗯。啊，都假如刷水啊。感觉它这里面还有这个，哇，这个尾韵辣椒味道，尾韵蛮辣的哦。吃完之后，然后整个辣味就会这样透出来，啊，酸辣酸辣的赞。好，再来这个卤豆干。很有味道哦，赞！啊，这不错，蛮好吃的哦。它就是有这个卤汁跟炒过的洋葱丝吧，哦的味道，嗯。不错，然后搭配一点配料酱，不错了啊、哦！这个洋葱丝就起了这个画龙点睛般的感觉啊、哦，这样配上这卤汁就不会太咸。好吃啊！有个安全的感觉了啊、哦！赞啊、哦！好，那好吃，价钱便宜，大众化的口味啊、哦，那这个就相当不错，而且交通又方便啊。好，那这个厨房也相当的干净啊。好，18岁，身高190，然后体重60公斤，没有女朋友。好，那有兴趣朋友可以来询问一下。没有，没有开玩笑的啊。好，赞啊。好，这客人也相当的多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乌龙面所啊，不是乌龙派出所啊。好，那就走紧一点点，可以看到这个交通相当方便啊。
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